原标题被外国人玩坏了的中国风，你还会觉得美吗？中国古代对于颜色的叫法和划分是比女人口红色号还要复杂的存在，而颜色之间的搭配更是一门大学。以中国古建筑为例，虽然颜色纷杂，但却毫无违和感，更何况建筑上面每一个部分都要填满带有吉祥意义的中国元素，因此如何做到乱中有序，搭配出美感，就十分考验设计者的全局观念了。随着中国的强大，中国风可谓是刮向了全世界，可当这股风漫步在欧美街头时，画风却大大的跑偏了。外国人在对中华文化产生向往的同时，也开始大胆地凭借自己对中华文化冰山一角的理解，在各行各业创意地融入中国元素。但小编不得不说，真是大胆。要看下面这几个例子的读者们，大概可以准备去洗眼睛吧。Let go。 外国宾馆所谓中国风主题客房，西班牙中国风酒店，泰国中国风酒店，要知道不是刷的满墙红，挂几个汉字就能让人看了很亲切的，这样的中国风到了晚上只剩蜜汁诡异感了。而事实也证明，这种中国风只有同样对中国文化了解片面的外国人会买账，而国人只会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唏嘘留念一下。中国元素不是只有龙，在东亚国家龙是为临潼之长，象征祥瑞，在中华文化中地位尊崇，也正是由于龙符号在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，使外国人在认知中华文化理解却尚且片面的时候，往往认为要想融入中国风，龙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这种理解往往频繁地出现在时尚设计圈，最后应用在走秀的舞台上，成为最丑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，不怎么吉利的符合发。我们大概可以理解，满世界都想借着中国市场的春风圈钱，但是福字踩脚底这种神操作，真的有人敢穿吗？红配绿的时尚，现代的东北人都不懂大红配大绿，配好了叫中国风，配不好就是东北风了。可是这种早就消失在东北上个世纪的时尚单品，现代的东北人并不想认领这辣眼睛的搭配呀。话题征集，你还见过哪些被误解的中国风？你有究其深层缘由，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风的理解会跑偏呢？那么你有见到过成功运用中国元素而设计的外国作品吗？如果你见到过，还忍不住拍了下来，通过后台消息留言或看建军的邮箱，将照片或故事分享给我们吧。投稿邮箱 zxiaolin@zhonglanmedia.com。 以上问题只要你有更好的答案，就在留言区尽情发挥吧，回答精彩的小伙伴有机会获得看建军送出的夏日清凉好伴侣，电风扇优，风力强劲，伴你度过炎炎夏日。下周二同一时间，记得关注看建军的文章，看看你的精彩留言有没有上榜哦。看见货站新品网红晶晶粽上市，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饱口福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